女兵李佳满是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的普通女兵。我们这部纪实片记述的是李佳满和他所在的文艺宣传队平凡的工作与生活。李佳满和文艺宣传队的女兵们每天早上都会打扫单位的环境卫生。对于这些大都来自果敢山寨的女孩来说，这和以前在家做的家务活没有什么区别。文艺宣传队没有专职的炊事兵，由女兵们轮流做饭。虽然今天没有轮到李佳满做饭，但是他却总喜欢到厨房转转。不是帮帮自己打的成钱就不好要的干。是的，你帮真的只是给帮你哦，帮打的成钱那也不回来了。他想往哪去哪去。很快就要进行节目排练了，女兵们抓紧时间进行简单的化妆。作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的第一批女兵，经过几个月的新兵训练，包括李佳满在内的20名女兵来到了刚刚组建的文艺宣传队。对于这些大多数只读过小学的女兵们来说，要想成为合格的文艺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文艺宣传队曾经有过这样的成绩，在3位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只用了20天时间进行突击训练，这些原来没有多少文艺基础的新兵们居然就组织演出了一台很不错的新年文艺晚会，这让年轻的文艺兵们开始充满了自信。新年文艺晚会的成功演出也让李佳满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和成功的喜悦。在每天都要进行的节目排练中，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曾意识到，昔日那个整天想家想妈妈的小女孩已经不知不觉成长为一名能够适应集体生活的女兵了。把我们接上。
一起，红旗民族崛起，共产党同学习，同时一波万机关起，加油加油，为国家的荣誉，为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团结战斗，斗志胜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果敢民族领袖彭家声创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十九年来，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守卫果敢的和平发展环境，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投身军营，吃苦流汗而无怨无悔。两年，你先考两年，时间就行。李家满的父亲是一名老同盟军人，对于这。